穿越火线全新版本，极速爆破，震撼来袭。极速爆破版本更新一种全新模式，全新英雄武器杀鹰修罗即将开始预售，一张全新地图，诸神竞技场全新 BOSS， 13把战斗武器，四个新道具，诸神竞技场奖励。极速爆破模式是一种快节奏爆破模式，潜伏者所有人都配有 C4， 不能扔掉，死亡之后 C4 也不会掉落，只有一个爆破点，潜伏者要迅速安装 C4， 双方围绕 C4 进行殊死搏斗。模式规则：潜伏者胜利目标，开局后30秒内安装 C4， 并保证 C4 能够成功引爆，或者在开局30秒内全歼保卫者。保卫者胜利目标，阻止潜伏者引爆 C4 一旦安放，必须在45秒内拆除。诸神竞技场开启困难模式，更新第七回合 BOSS 钢铁泰迪。钢铁泰迪是 BLAZE 生物实验的成功产物，钢铁泰迪保持熊原本形态的情况下，躯体比普通的熊大4倍，装备了等离子大炮和火箭筒、加特林等高火力武器，这些武器直接受大脑控制，能够进行超高精度攻击，巨大身躯中迸发出难以置信的敏捷度和韧劲，都让人望而生畏。全新英雄武器杀鹰修罗副武器即将开始预售，世界顶级武器收藏家制作的英雄级修罗杀鹰和修罗刃，如墨般沉郁的枪身中跃动着血色的修罗魂，他每一次出现都将用他的子弹和利刃惩罚敌人。武器特点：战斗姿态，特殊近战攻击，增加装备中的所有手枪子弹数，经验值增加100%，同房间玩家经验值增加20%，同房间玩家 GP 增加10%。全新武器 MK18 蓝海步枪 MSRS 狙击枪 KPK 机枪SR3M GP 冲锋枪 M14EBR 天宇步枪 打击者天宇散弹枪 M249 Mini-Me 天宇机枪 Multi-Kill。诸神竞技场全新奖励武器，纯金 M4A1 步枪 CR21 风暴步枪，装枪杀鹰风暴副武器，风暴拳套近战武器，钢铁风暴手雷投掷武器，穿越火线极速爆破，引爆全新战场。